小遥控玩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你还在为自己没钱花而烦恼吗？专业理财从此让你无后顾之忧。别人都愁没钱花，我也有犯愁的事儿，真是愁人呢。怎么办呢？我却愁钱怎么花。发现理财之路，开拓财富宝地，让你的钱花不完。哎，真是愁死人了。你们谁能告诉我剩下20块钱怎么花一星期？小坚果的愁心事儿，喜欢记得订阅哦。